你知道各个国家最难唱的歌曲是哪首吗？这些堪称地狱级难唱的歌曲，能唱已经是大神了。美国说唱歌手母爷演唱的 Rap God， 语速几乎突破人类极限，最癫狂的15秒内有近百个单词呼啸而过，让人叹为观止。俄罗斯歌手 Vitas 演唱的《第七元素》，很多人一直以为这声音是电脑合成的，其实不是啊。迄今为止，这首歌没有被人模仿过，原因是模仿不了他的跳音。源自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德尔特唱法，歌曲中不断反复的真假音转换，不仅难唱，而且还洗脑。意大利语演唱的《女神之舞》，音调跨越超过4个8度，真假音转换非常迅速，有时要在2秒之内完成3个8度的连贯跨越。由于难度太多，还像大爷演唱的《数字人生》，堪称粤语歌曲的难唱的天花板。不仅大段的数字要记忆，而且还要飙高音，一般人真的没人去敢挑战啊。好啦，本期就是这样，让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